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西瓜。超精彩的一个打架对决啊，我是非常喜欢玩凯特的，起码他的操作感是拉满了，好吧。大家观看的同时也记得给个点赞，猫鼠坚持下来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啊。那我们进入游戏。地图是太空堡垒三，我选的是凯特，我带的知识卡是驱打知识渊博细心跟猫叶啊。开局来到上面货仓，先拿到第一块，然后来科研仓拿第二块。这一波的话，我是并没去走廊拿第三块金，而是来到奶酪矿拿第三块啊。刚好是遇到了一个机械鼠，一刀带走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走廊这块金居然还没有拿。我指挥一下舔狗，看能不能打中。好像是有一点点偏啊，但是这个时间已经算好了。不过我们已经走了，上来一个罐子没打中，他是往下走，一刀直接带走。那这一把机械鼠环节，我是拿了四块经验和两个机械鼠的经验，非常的舒服啊。来到科研室，调了一个隐身，并喝了一个原石，这一个一拍一抓，直接把这个隐身的侦探给带走啊，然后就摆上走廊的这个火箭了啊。然后又来一个梅开二度，朵朵以为他隐身，我也看不到他，我直接一拍一抓，又把他给带走了。这一波莉莉想救，那就让他救好了，我们直接把领航舱火箭就可以了。敌方一命中一个男人，就这个该死的拳头让我走了一下位，然后这个朵朵就下来了，哎，真的要气死了。还好我们这一个盘子是把他继续给带走。晚上之后就发现侦探已经是过来救援了，一个舔狗，一丝血，直接带走。再来一个夹子，踩个夹不让他去换，把这些盘子往他身上扔，可以增加一个经验的，再买一个夹子继续放散。哇，这个该死的拳套，这一波莉莉是没有无畏的，我放上这个夹子他就救不下来了。这个拳头真的很烦，两级被动的了。还好这一波朵朵是没有一个铁血，不然他直接装彩蛋，这不就要崩了。一个舔狗没打中莉莉，再来舔一下还是没打中啊。不过没事，莉莉的血量已经很低了，只要一刀，看吧，一刀带走之后用拍子不让他换一个夹，不过还是被他换了下来。那我们就把里面的这个火箭了，这个冰块也没有打中，侦探居然还想过来救援啊，真的不死心啊。明显我这波已经是带了驱打的，你隐身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啊，你老老实实推奶酪不就好了吗，又要过来救。那么我从天而降的一个拍法，你看得懂吗？这一波是被他铁血换了下来，我们从余光是可以看到他们另外两只老鼠已经是过来救援了。我是想直接上火箭啊，但是朵朵没给我这个机会。不过侦探想跑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刚绑上侦探，有个隐身的就已经开始救援了，躲过他的一个蓝罐还是被他救了下来。这样的话就成功放飞了一只侦探，还有一个杰瑞是倒地的。我这边在找杰瑞的一个尸体，但是没有找到啊。想用风墙掩护接着撤退啊，一本书直接带走，然后再把舔狗招出来，因为这边有个隐身的莉莉在守着。哎，果然他身上是有道具的。再拿一个舔狗，是打中了朵朵，一刀带走。下来抓朵朵的时候是发现一个残血的杰瑞，那肯定一拍带走，然后先抓起朵朵，买一个火箭眼，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双板，板上朵朵之后再把杰瑞给抓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又看到了莉莉的一个位置，然后一本书一个舔狗，再让他解书直接把莉莉给秒掉。在他救援的时候一个舔狗，现在的话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去板领航厅，莉莉的话会站起来把这个朵朵给救下，要么呢就守着莉莉啊。那我这一波呢是选择用书守下莉莉，不过在我守莉莉的时候杰瑞是已经挣扎下来了，又是被我们书给带走一拍，还想装管道不可能的，直接抓起来。这一波假装去上火箭，然后操作舔狗给莉莉来个致命一击，就等他救援的这一刻。死，没打到吗？这我算了千万遍，没有算到我这个操作这么拉胯呀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莉莉身上是没有一个铁血的，换不下来，打中之后就直接试飞的。中，我就知道要中。把朵朵也绑上火箭之后就等着莉莉过来送就好了，一个舔狗
再见。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大地图去的还是非常的好用啊，虽然这一把打了将近7分钟，但是对面只推了2块奶酪。后续想看更多精彩的对局，大家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